木叶虫。咋了？啊？你说。我不是那种那个啥，啥？我就跟你聊一个，说，你说。我是87年的，你是啊啊，80年，差86的，比你大1岁，差不多。我是87年的那个就是相当于这个足球黄金一代吧，就是啊，阿奎罗了，他们一代的。嗯，完了呢？完了，然后我上到16岁、17岁，然后那个啥，那个左脚右腱，啊，然后踢断，没你人管。1.5倍倍速放完了呢？那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啊，不是反贼，不是啊，路人，啊啊，那个啥呢？我就是说，提到咱们这个某些那个不对的地方，啊。怎么不对了？你先说上，就是足球，就是足球，就是你啥意思？就我没是。听懂。就你小时候是专业踢足球的，完了那个踢伤了，完了退役对，了，你没完了人觉得管。没人管。对，就是你打过啥比赛啊？改下五子跑车，别整那五子啊！你说你完你什打么过啥比大？赛啊？哪有？咱们国内哪有比赛呢？有那啥比赛？你咋进去？你是属于天赋异禀。你是确实原来球踢挺好，就那会儿小时候，你应该也在国内待过吧？啊，就是我小时正经候。20岁才出来的，哎，我跟你这样说呢，我不是润人，我啊，是小红粉，我知道，不是，就是你啥意思？你就就，是我只想骂，只想骂啊，就那因为个，这个只事儿给想骂你国职业内生涯的断送了，是这意思吧？什么？我这样的人，哎，不是，感你谢说错了，LHB 啊！你说错了。感谢土豆子，你是啥意思？那你哪说对？你说啊！我这样说呢，就是我别的不说，只说那个国内的，咱们这个就是现在体育的这方面，那个我说一个，那个我们部门今天团建，然后喝点五子酒。别整了，再整给你踢出去了啊！啊，你说啊？我们部门今天团建，我喝点酒，啊！然后那个啥呢？酒后吐真言，我支持你，就是稍微把速度调快点就行。那个就是，哎，我的那个啥，不是，我哥们儿们，你们别着急骂啊，就是他这个你骂状我态。干嘛？不是，你就是大家说你喝了，说你五迷三道的，就是我跟你说，他这个状态就是属于男人人近中年，都有点遗憾，对，别着急嘛，我都有点我遗憾，36岁了，八哎，七对，年的，都有点遗憾，听听，别着急，你快点说，你你骂稍微我快干点，嘛？骂你喝点小酒，俩眼珠通红的，说不出个一二三，你说要说啥？我又不是润人，又不是那个啥的。但是呢，就是按照你这个直播间呢，因为我关注你直播间好长时间了。包括潮妈，还有那个啥呢？你们几个直播间，我一直在关注。我不是路人，感谢无名之辈啊，那个我去国外也待过。我要是今年我是87年的嘛，然后在那啥，咱俩说正题儿呗，我哥也们儿，待你过。是不是当年觉得这个就是踢球，这个断送了职业生涯，后面没人管了，你心挺凉，你那意思是这意思吧？怎么现在都整俩都今天开双倍了？
这真跑这儿挣俩，有这个吧？我这么跟你说，我说一点你就平衡了。全世界哪个国家也不能说在赛事上没有获得任何成绩的运动员，就职业运动员，由于这个伤势导致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葬不是送不了，管是，你一辈子的没有。兄弟，啊。我这样跟你说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个咱们感谢李华别的体制，然后别的什么东西，啊，然后那个啥呢？我不是路人啊，你看我是小混混，别的那个我这个之前我他妈的就是别说那脏话，别就说脏是，话，行，啊，就是那个啥呢？那个路人，然后去了这啥嘛？然后去了，尤其清迈那个地方，30公里之内，我是